新竹市在2014年选举有一个新的市长之后啊，那进步得很快，那我也真的非常的高兴，年轻世代的市长可以带动一个不算是太古老，但是是有一点年纪的城市啊，能够苏醒，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台湾再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发点。世界的主要的都市里面啊，我们在想一个都市可以变成是一个让人喜欢、让人想留下来的都市，一定有三个重要的元素。第一个元素当然就是人跟人的创意，第二个元素就是绿地，它必须有足够的绿地，让人跟这个绿地可以结合。那么最重要的，我也看到了新竹也有这个元素，可是这个城市必须要有历史的记忆。那么这个古城确实有很多让人一再的想去记住它的很多的建筑、古迹，还有历史发展的过程。那么这个同时，我也仔细看了这个团队里面，其实有很多的年轻人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城市在科技、在创意进步最大的元素，就是我们这里的年轻的人口。那么今天走到这里，就是要再一次的体验说，我看到的这一群的年轻人，他们平常的生活需要什么，他们怎么样过每一天的生活。我想这个公园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，也就是说，当我们要年轻人没有后顾之忧的往前冲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替他们创造良好的环境。那么就常常市长讲的，老的要照顾好，小的也要照顾好，老的小的都照顾好的，年轻人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往前走。我们市府团队一直念之在之要把新竹市变成儿童城市的努力跟用心，我们真的可以感受得到。那么至于公园旁边的龙恩郡，也有以清水社区为主轴的整体规划方案，我们都可以感受到的，就是说林志坚市长的市政跟他的公共建设最重要的元素就是两个字，叫贴心。新竹的爸爸妈妈很幸福，因为整个市府团队的努力让大家有更周全的公共建设，那么孩子也有更多的地方可以玩耍，所以继续加油，我们为新竹人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。谢谢。